好，我看一下这题哦。他说在这个条件之下，求他的最大值和求他的最大值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我先把这个图形画出来，这样行不行？不管大一小，我们先看什么等于零，这样行不行？那你去想象一下，如果 x 是零 ，y 是几？二或是几？负二。y 是零 ，x 是几？三或是几？负三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麻烦一件事情，把这四个点把它怎样连起来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今天要求多少？求这个式子最大值最小怎么办？麻烦你，因为题目说什么？要在这个区域要怎样？要小也等于六，所以说也就是在这块斜线区域当中，求它最大最小值很简单，麻烦你就把这四个端点找到，这样行不行？这个点数要是30，这个点数标是负30，这个点数标是02，这个点数标是052。麻烦你把这四个点坐标算出来，代入这个式子，什么式子？3s-2y， 去把最大值、最小值算出来，把这四个点30 02 负30 0 负2，这样行不行？9减0 9 0减4 负4，负9减0 负9，0加4 4，所以带进来告诉我最大值就是多少？4。最大值就是多少？9是出来了。这第一小题。第二小题，求这个式子的最大值，行不行？所以说这是代表什么意思？我们先看一下好不好？所以这是代表什么意思？它代表一个点坐标叫起叫 SY， 它代表 P 点坐标 SY 是与这个点坐标63，行不行？它代表说 P 点坐标叫 SY 与63，对吧？两点是什么斜率？所以说这个式子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这两个点之间的斜率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一样，先把这图形画出来，这样行不行？好不好？先把图形画出来，一样。x 是零 ，y 是几？二或是几？负二，这样行不行 ？y 是零 ，x 一样是几？三或者是几？负三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好，在这块范围之下，求。对吧？好，在这块范围之下，行不行 ？P 点在这块范围之下，求与点63 ，x 是6 ，y 是3。老师把这个63叫做 A 点，好不好？与这点63，告诉我哪个斜率最大，行不行？哪个斜率最大？你观察一下下哈，斜率要最大。老师我知道，哎，你看一下哈。从这个点和这个图形当中画出来斜率，你观察一下，有这样子，对吧？哈，所以说你看一下，画出来斜率是不是有这么多种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行不行？老师想请问一下，哪一个点和它斜率最大？哪一个点？其实我可以很清楚可以看到，这样子画。之后慢慢这样画过来，斜率会越来越大，有没有？什么时候斜率会最大？什么时候？说当在这个点的时候，有没有？所以说也就是这个点，这个点多少？自己30，这样画过来斜率是最大，这样可以吗？所以说在这个点是画过来是斜率是最大。这样了解老师意思吧？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最大值怎么算，最大值也就是这两个点之间的斜率，把 x 相减3分之 y 相减3，所以说斜率最大值会是几？所以说这时候最大值就是几？1是出来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后麻烦你把这边看一下。